大家好，我是宝妹，我是阿伯、啊，欢迎来收的乡亲好朋友收听一八零五年四月七号礼拜四，原来是阿伯老师加宝妹底下呢为咱乡亲所服务两点钟的新农播客站。今天好热的一天。 跟他伫喺外口小叮当一下，你个会感觉讲？哇，汗在流了，就故意用某一种吼，挂在后背安呢滴落，尴尬。哎，今天我又感受到了，那种、嗯、感觉很新鲜。<laughs> 因为哦，经过一个冬天呢，故无 <laughs> 这种感觉，熊熊呢，感觉讲？我家片吼最那呢滴落滴落。哎、欸，我有滴的感觉，老师。嗯嗯，嗯你较无用的款啦、啊，哎、欸，唔唔、嗯、是，你该嘛有啦？啊、<laughs> 你是客气呢、嗯？我是惯势啊，因为我可能是。 呃、啊，基本上讲在啊时起啊，小花叮当下你嘛知吼，这龟形都窿挡到落。哦，对啦，啊、对了。嗯、啊，我无迄种官位卡诈骗底的，迄个尴尬，因为是规身躯拢挡去。哦，对、嗯、哦，对对对。所以這种代志问阿宝老师为准哈，沒準哦、沒準对啊。但是那是有嘅乡村的，乡亲呢，跟我差不多吼。哎，人立可能我感觉，哎、欸，今天好像比昨天更热了一点点哦。普遍大概尴尬呢，东是赶快的哦。不过天气只会越来越热。 哦，你想讲要亲像去过去旗展嘛呢？哦，我看另外这感觉，可能要等到下半年度了。所以呢，即<是>种赤意的天气，渐渐个开始、嗯、啊。啊，伫咧热天呢，当然有热天，一爱看吼歹哦，孙工，哦、算我们可能要去克服，或者是讲咱爱去吼。 烘地的一个白糖的问题，因为毕竟呢，热天出现的一个镜头呢，加吼寒冷的镜头是不太相同的。老师等下去讲哈，白困呐、啊、肉困呐，其实呢，一个是在冬天，一个是在吼夏天，夏天所以吼防治上会有一些不同啊。但是呢，不管喏吼，咱过去所用的一个药，或者、哦、是讲你用什物款的方式，你一定要记的，加专物件呢一定要轮流使用<是>啊，无呢加久个时诶吼，有一些诶、欸、抗药性。 咱人食药嘛是共款，医生嘛有时阵吼会让你吼轮替着吃，啊无呢即、這个药食过了，好像呢效果也不是那么强了。是啊，所以吼，这个是讲做真济，尤其像这药啊即种物件呢啊，这是一个作专业吼，作专业的一个即个啊即、啊、种学问吼。啊，所以呢啊尽量若是讲，因为咱伫台湾吼、啊，尤其台湾即个健保的这这这多哦，如果你若是即、這个。 啊，比如讲假设啦，吼，就是讲啊，正常啊，健保会有咧立，吼、啊，除非你即、這个啊，健保会毋立，啊，健保会两两毋纳呢，有两种，一种是结据吼，啊，就讲无爱立，吼，啊，另外一种呢，啊，是真正立袂起，啊，若是有即种真正立袂起的呢，其实啊，咱台湾有一个足好的一种社会救助的个，即个方式吼，啊，甚至呢，有当时啊，幺哥你也是会当啊正经的，个，即个申请，啊，是安怎吼，啊，当、啊、有。 有一个一个低俗，各种的，一个这个问题啊，拢有法度呢。 会当真好，啊！来解啊，即、这个算立健保费，甚甚至呢啊，国家会帮你代立吼、哦，所以即、这个啊，对即个部分，咱好比一定要真注意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因为人吼拢无多挂无输白，啊去拄着的时阵呢啊，一定要看医生吼，即、啊、种物件呢找专业的这这部分呢啊来解即个咨询吼，啊，尤其医生吼、啊啊啊、咱台湾呢啊，伫这方面呢、啊、真正是足方便的。你若是有出外去啊，你就知影吼、啊、这新加坡病。 天时阵呢，啊，其实吼，这啊，凊彩吼，滴伫你真正吼，有其他滴国外吼，有其他像真真正者好朋友去日本呢，啊，讲感冒去看医生，吼，因为咱习惯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去靠医生看，因为迄有较严重，啊，医生甲看看，啊，开一个迄个单号伊来差一点啊，分呢，吼，啊，一万七千几箍的，一个一,一个代票，吼啊，再开甲开八九万的，一个一个日票，吼，这行个讲啊，啊、他还要贵，吼。 嗯，即看者，感冒万贵个，吼、哦，即伫日本诶差不多拢是，你啊去美国嘛，是差不多即个价小凊彩咧拢。 啊，所以真济人拢尤其吼咱真济人呢，啊若邓来吼邓来伫台湾的时阵，吼、so，人阮伫即个澳洲偌好偌好，阮伫纽西兰偌好偌好，阮伫美国偌好偌好，啊你即麦甲问讲，啊你邓来创创，我邓来创水气，啊你你啊那还好，你较毋去遐创水气，对伐？啊，阮伫啊用足贵的啊，伊即麦邓来佚佗吼，等于咱台湾政府帮伊出机票钱，哦，这啊即个。 等来用喙齿啊啊！但、啊、是伫美国伫即个国外咧用遐喙齿呢，可能呢，凊彩用拢十外万啊，十外万你等来台湾用可能唔免两万块吼啊，得。 涨有涨出来够存啊！吼，有当时啊，佮加上即个健保啊，是讲你超过六十五岁啊，佮有即个假牙补助啊，是安怎哈？啊，即整整啊，当然呢，即种有排付条款哈啊，即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讲真侪人哈，即作势啦，你都啊看，即个底下来来去去吼，奇怪，你做两气他拢袂听，因为迄条钱本来都爱开吼，迄啲美国呢可能开落呢啊，十七八万吼，即可能呢凉凉啊，吼，无啥款哦哈，用充冷气啊、吹气呢，可能爱。 开比较三十万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伊因为无伫迄边，患者无迄个保险吼，喙起有另外一种诶保险，啊，你若是讲，当来台湾用，可能呢开五万块，哦，着创啊足好势就熟悉，因为一部分呢，有诶是跟保费，有诶是咱啊，伫台湾诶，毕竟个类吼，咱诶社会是安尼。 所以真济即个工课吼，他是讲啊毋通毋通拖吼，所以你定爱去找一个专业的一个一个主孙吼，包括像啊做不了个病虫害吼，咱若毋捌啊毋捌袂要紧，咱共问吼，咱菜鸟啊拢袂要紧吼。啊，话讲啊我哇不啊你哈厉害，我我嘛较差嘛是菜鸟啊，我靠偌厉害啊人拢是安尼行过来，当当你若安尼啊做做做，等你若做二十档超过的时阵，迄阵呢做些物件吼啊，你了解你都知影。 哦啊,啊，其实迄个者都是二十天的时间的过去啊，好、喔，这都是一个、这个经验的一、一个、这个累积。啊，所以咱就是讲互相哈，这、喔、个会当去解了解、看卖者吼啊，即、這个今日仔啊、宁波啊、张工吼，透早起来时阵啊，出门呢去走一抓，即个大南哈，张大哥咧讲伫即个。 咱各地站边啊，即只食吼，嗯，就去啊看觅啊，者吼啊，食肉啦，吼，啊是种了袂歹，啊，烧鸡啊还好啦，吼，这就是讲，其实远远看吼啊，上侪旅甲看咧，啊，含面伫啊咧开讲诶时阵，啊，其实咱也真臭屁吼，又、啊、讲，吼哦，你啊宝啊，哎、欸，袂歹吼，即、這个感觉吼，即啊,、這個、啊一个无识生的人，啊，结果呢听着咱的声，啊，含面咧开讲，啊，走来看，啊，伊就讲。 哦，你伫电台咧讲迄个吼，讲、哎、啊，你也在讲啊，我都听你的声，哪从改型安尼吼，我中有听着讲，所以就没有失真嘛。<laughs> 哦、对，我别听，<你>我有听着讲啊，即、這个西街横啊，你有想要来看麦只？我想讲们应该你未来吧。我讲啊，无拄还好，要过来即方面吼，啊，拄还好，一个即个时间吼。啊，去看一个即个朋友哈啊，這个朋友呢加阿伯阿伯几岁吼，加我五岁呢，吼、啊，五十几岁啊，即、這个人呢 真真无拄好安尼哈，嗯、<哼>所以人拢袂使挂无树牌吼。啊，当当然咱就喊啊，就是大哥底下王开讲吼，啊开讲即过程伊就甲报阿公啊。其实吼、啊，我感觉恁电台袂歹啦，啊拢啊，甲阮讲来讲来，啊有当时啊吼，当然阮介有经验吼，啊经验是唔敢讲啊，但是证据啊吼，啊但是你啊讲来讲来呢啊，我感觉讲唔恁四界可能原来有咧种吼，干来安尼啊其实即拢互相 然后其实啊，布啊嘛是为人遐恶来吼，啊有一寡即个问题嘛，是因为出去看啊，较较有去看会到吼啊。即、呃這个西瓜连做障碍，因嘛是用夹巴啦吼。只是讲今年嫁接苗的即个选择。啊、呃。以往呢，咱真侪好朋友比较爱选即个补啊，吼、喔，即、這个接补啊，吼，小瓜吼，较爱选接补啊，因用即个接金瓜啊，接金瓜吼，较耐看吼，所以今年接金瓜呢啊，的金瓜头的，感觉较无啥物问题啊，那补啊头的。 就较食啦，但是呢，啊，即、这个金龟头的吼，伊有当时啊，伊较袂食肥吼，即通常三两对布阿头的来讲呢，啊，比较起来吼、哦，对布阿头的对较袂对吼、哦，所以即有各种的一个一、這个啊，底家有因為有一个即个片段啦吼，所以。 伫这个所在，不啊，感受到讲真深的一个、一个重点吼、呃，即个讲啊，你系知影吼？即咱迄工有不小可有讲的吼，讲怎那咱因人去研究啊，针对即个啊葫芦科的即个即根砧吼，针对即个茄科的即个根砧，因为一寡作物咱。 温室打开，当然是有某一种的解决方便性，但是呢，啊，你打开了，你就是无法度刷叮当，讲轮做这两字的变做几个天方夜谭的，较困难的啊。 咱有讲、哎、有 Carlos, lonely, Jorge, Canada, 啊，我有轮啊，我回归来种甘马鼻甘马鼻来种梅陇梅陇来种回归来甲种甘马鼻啊，我、嗯、嘛是拢安尼咧轮啊，我嘛无讲种高行直行吼。啊，咱即麦咧讲的是这水旱田轮作吼，这真困难啊吼，就是讲温室打起来了，你讲啊，都来地咧播产啊，播甲有通好收啊，那尼你都去外口租地租地来来播就好啊，他都爱安尼吼，所以这是国不是三种开的温室来地即个播产，所以。 这些规定呢是公啊。 一项问题要去克服的时阵吼，咱一定爱伫家伫各种的这种无共款的这天气内底，咱较早可能选到一个健康病一个即个啊，即个接头，但是即头呢啊，比如讲这布蛙头、即个金龟头，咱去选出来，但是呢实际上啊接上面诶拢甲试看嘛，是是是试气掉的姐姐结果的，无共款的姐姐天气内底呢，伊都无共款的姐姐表现吼，啊，所以咱即马知影即个信息了吼，即下不然呢啊，得拜托呢一寡。 啊，朋友吼因为做宅啊呢，啊，因为因为山东吼啊，浙江嘛有啦，苏北遐嘛有吼，山东其实苏北含即个山东的连做会啊，浙江即边嘛有吼。啊，宅啊点啊，江江苏浙江啊过、啊啊啊、来的是即、這个啊，福建即边吼，这这拢有一个即、這个，因拢有相关的一个宅啊点。 啊，包括海南岛哈，啊，即嘛的啊，全部做迄落一气，气无共款的这气候来底呢，吼，即种啊，无共款的这这接头吼，因为讲因为那惊着吼，主要因为那惊着吼，因为这真济今年吼啊，伫中国大陆嘛发生含咱台湾共款的这这情形，并讲这灾啊呢啊，伫即个。 在福建即边接好吼，还是海南岛即边接好啊？送送过广东迄边种，啊，广东啊广西现在遐种啊。种的即嘛，迄水怎么冷吼？啊，冷的时阵呢，伊迄、那个啊果啊吼，迄、那个嫁接愈合面拢无法度愈合吼啊。所以即嘛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无，迄、那个所在无法度愈合的时阵呢，就产生啊，伊嘛袂死啦吼、哦。就是讲，其实呢，看起来是。 你若送去验吼，其实迄个显微镜切开嘛拢有啊，但是啊，迄、那个经过诶一个这个养分输送都是有问题，都是有问题。它、啊、不能等到它愈合再送吗？嗯是啊、对，即嘛就是讲，即、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来了，就讲、是。 啊，比如讲你伫福建的时阵是即种温度嘛吼，啊，即种伊温度较悬一些啦，啊，所以伊照功应该是无问题啊，所以双机也拄着冷的，因为啊，像咱人吼、啊，比如讲咱的手登去登去了咱即满医生讲好会当拆掉，会当拆掉的时阵，迄迄、那个迄段时间，但是你拄拆掉的时阵，是毋是酸酸冷冷？迄阵你咧出冷的，有当时啊拢也无法度，拢爱过一段时间伫田间做驯化，吼、啊，因为迄仔啊，你若是甲伊翕伫迄个块块底吼，啊，种了一个旧迄、那个。 音拢破掉咧，嘛是袂使，所以呢，伊通常吼、哦，咱看起来是讲啊，伊愈合一个程度，一个程度咱，咱得入去行，得入去餐厅啊，得做即个药啊啦，吼，落去做栽培，所以即马呢，就是讲因去开始去知影今年原来发生即个问题吼。啊咱台湾其实嘛发生即个问题，真济即个啊、呃、啊这啊场咧，啊，咧讲吼，即个因伫遐，我听厝底下伫遐咧讲，讲电话免接啦，出里拢着掉吼。哈，哎，早啊出去呢，想过头冷啊，伊嘿，其实吼，伫啊场拢好。 好落热时阵一礼拜嘛好好，但是两礼拜拄啊拄着冷的时阵呢，伊规个都一直都袂大，都是袂大，但是嘛无死吼啊所以真侪，好比讲啊这。 栽也是安怎吼，即有时啊，即也是绝对啊，栽一场嘛惊死，因为大家拢安尼嘛，都伊个栽啊出来，大家拢安尼。啊，其实即有当时啊是迄个根砧的即个问题，啊，种根砧较早拢无问题，是像那今年有问题，迄、这个温度甲迄个湿度最主要是迄个光照无啥够哈，所以即有作这即个问题，大家去探讨啦哈、啊，就是讲伫阮读研究所时阵啊，阮实验室就是做即、这个啊葫芦科的即、这个即、这个嫁接，吼啊，甲斜科的即个嫁接，但是迄阵的即、这个。 研究拢是研究迄个结合面的解决问题吼，但是较少去啊，针对无同款的解决品种呢来做即个筛选吼。啊，即马呢啊，咱去伊筛选过无同款的讲啊，是毋是爱对即种？ 头呢？吼、哦，嫁接苗呢即你用什物头？有一个、一个基本的、一个啊，一种嗯，有一个认知啦。吼，比如讲，今日我知影场吼，今日知影场我要卖知阿和宝妹啊，我会甲伊讲，你要什物吼，比如讲，我要爱玉女啊，啊，我要接什物头？吼，你你家己点啊、哦，上下你家己点啊，知影场呢，就是等于是一个个代工，吼、哦，安尼等于当减轻啊，因即码有咧讲即种的这这做法吼，啊，所以啊，今日啊，不阿伫大南拄着这失败嘛咧。 讲讲啊，这接头是我家己种的吼，就是讲我感觉讲，当然唔免许啊，今年呢啊，即、这个较早在人讲啊，那、哦、到冬季吼，热个冬季呢，啊要寒着过年过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当初要种的时阵，人伊就选定呢啊，即、这个无爱补啊头的吼，特别较早啊场，讲你甲接金过头。 啊，伊诶金骨头着加种来管，所以迄个部分着较无问题，吼、哦。所以即有时啊、呃，实在是讲吼、哦，这老的老婆丁啦，吼、哦，人人家咧看真济这代志的时阵咧，足紧张的吼，啊，所以。 生活吼，就是不断的一种这个经验吼，啊，经验的这些累积，啊，这经验是安怎来吼？有当时啊是用钱去换来吼，啊，比如讲给了贵价，你就记起来吼。所以这是一个啊，这个中国大陆这个阿里巴巴，迄个叫做马云吼，细细汉啊，谢谢一个我见他头大，我身体实在不怎么样吼。啊，你也看过因太太，你就感觉讲这这个查某当初唔都叫雷公掉，计较之个是嘞，吼啊，但是呢，人家、嗯、懂得。 吼，即著、啊哦、是讲人是，著是安尼啦吼。即哪无做伙，你他知影讲啊，伊虽然高高，但是伊确实吼人有一种韧性吼。即、哦、公司倒去起爬起来，倒去起爬起来，倒去起爬起来。吼、哦，总共倒过四遍，甲第五遍呢，伊较垮掉嘞吼、哦。所以呃，毋通因为讲一遍呢啊做了无好势吼，啊著、哦啊、感觉讲啊对即个行业呢失去着这个信心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农业即种物件吼未使凊彩讲讲诶吼，即嘛较麻烦的是讲伫即个网络管理呢。 啊，拢有一寡即个吼，咱有阵感觉讲，因真正是凊彩讲讲的吼，因为啊，伫我个人的即个看法内底，吼，即其实咱台湾要行出去呢，啊，唔、啊、是讲啥物甲咱即个土地摕来种大豆种啥么？当然，你若休耕的地高嘞，伊叫去种，吼，卖讲啊，放咧海外当即个种一寡替代性作物，即我感觉讲，这,個、這是袂歹，好啊，但是呢。 啊、呃，其实台湾吼、哦，伫即方面来讲，咱一定爱去思考、哦、的是，讲变我个即个物件，吼，个即个作文呢，即个生产吼，变做是一个产业吼。啊，若产业呢，毋是干呐种的即、这个问题，当然种的是一个足大即个问题，变我个种好，变我个当前稳定的即个生产伫任何的即个困难当中，拢有法度教会互人吼、哦。这通常都是一个啊，真大，像今年山啊，吼、哦，即山啊呢，真济讲啊，今年要出口呢，可能都爱搁着钱，吼、哦。 啊，你会知影讲，即个生理有当时啊咧做时安尼吼，今年你即有单那去互退去，啊，人若稳定经营，无定明年呢，咱的单都会减少，吼，伊可能因为咱的物件较水较好卖，无毋对，啊，问题是讲无法度去稳定经营的时阵呢，有当时啊的变做呢人。 都唔敢落去订多订单互咱吼等于讲，本讲伊本来系一百万箱，啊但是呢，啊今年伊安尼伊即马都拢减调去啊，减调去伊嘛知影是天灾，伊也袂甲咱讲安怎样，所以明年开始呢，啊照讲咱明年一百万箱是两两正常来讲，但是伊可能较减调吼比如讲因为伊即马含另外一间做，啊迄间较较俗，啊做了嘛袂，啊伊嘛少了就好势，所以可能呢五十万拆互伊留五十万互咱。 好啊，即马迄间若个做了个较迄呦，咱即边呢个减一出迄边个减一出结果呢，个量著一直缩减。 哦，这做生意做现实的。如果咱嘅物件若无够定嘅时阵，吼、这个，即个啊，伫即方面无够用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即毋是讲干啦，啊、呃，就是讲为品正，为即个生产，吼、哦，一直到即个处理加工，吼、哦，甚至呢，即、这、几、个、条线呢，啊，每一个宽展呢，其实啊，咱拢爱真，甲每一项即个小事情把它做好，吼、啊，一项小小的个这这代志，包括真济讲啊，这都种这个、这小块代志钓，但是咱好比讲啊，即、这个咱毋免 得卡得爱做大代志，甲这小小的这代志做好势时阵啊，这个产业我们才撑得起来啊！这其实你啊看咧种这个小番茄、啊 一定就是一燒燒燒的是，一项小小小小个代志，甲做好势，即个物件做起来了，自然的话都把它撑起来哦。所以，这是好朋友呢，一当小了解好、哦、啊。这部一开始先甲咱听众朋友呢，啊，波啊迪家呢，啊，对你呢相当的一个,這個,、啊這個啊、這個的一个倾覆哈，一个长呢啊，咧讲着即个拖刀的即即问题，啊，问问的呢，啊，因为可能相片已经波啊，看较袂好势哈啊，所以呢，都甲即个物件呢啊。 啊，摕過,、這個哦、过来，即、哦、个，吼，算伫这家家，吼，咱转直接提过来，吼，即提过来，啊，但是呢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吼，咱提过来即过程，因为我详细甲看，吼，啊，就是讲，伫伊甲分两包，吼，真紧张，吼，即个无黄的迄包，吼啊，顶管有搭一张纸，之个，吼、啊，即、這個、较有两张，即、這个伫张卡、那個，迄只，遐，我因为我看迄张，迄、那个张心怪怪，吼啊，感觉那从流啊，有一点啊？ 哦，讲袂、呃、那要练练迄种感觉啦，吼，就是讲伊奇怪这样照讲，甲伊包甲遮好势，各用蛋白纸啊，各用即个啊，即个塑胶、炉胶吼，啊，甲、這、封、個啊、起来啊，处理甲就好势，吼，即是一个足标准的一个，这个啊，标本采集，吼、啊，就是讲一个新鲜，吼、啊，新鲜的一个标本，你也是讲要去送检，并讲你是要去做鉴定啊，好，要创啥哩去送即个改良场，吼、啊，就是用啊，要捞个透气啊，湿气吼，啊，甲、啊、保持掉来、啊、起来。啊起來 但是咱即麦看的吼，著是讲啊，伊即个部分甲看开咧，小可，哪种，小可即个链链吼啊，链链的個这这情形呢，通常著是讲，伫即个长头即只只吼，小可，哪种安尼，即个溜赔溜赔，但是呢啊，我详细甲看吼，是无看到白母，白母然后因为咱一般即种情形伫长骹即只只吼，拖到吼拖到，尤其即阵啊吼啊，应该若。 若是湿气重的时阵吼，差不多即阵然吼著是讲拄啊好。 啊、呃，寒人迄阵有湿气重，伊鼻管吼无一定会结吼，但是会掉哦，会掉鼻管病哦，啊，但是无一定会结啦吼，伊会小可啊，即、呃这个去感染着但是即马来你要注意，若是讲伤过头淡吼，尤其即站啊若是啊，比如讲过后礼拜后礼拜可能呢拜二啊遐啊，是毋是有即个落雨的节，即个机会伫北部是有足悬的节，即个落雨的即个机会啊，伫咱即家家呢伫差不多水准吼，吼、哦，即应该完了弄落雨的即个机会，如果若是伤过头悬的 时阵啊，真有可能呢，伊就会产生这个白卷病。吼，尤其那高温哦，会压起来。吼，这个、部分咱通常呢，啊，湿气重的时阵，吼，啊，就较容易压起来。啊，因为看无啦，吼，看无迄个白丝，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白卷病是较无法度去断定。吼，啊，一般来讲是这阵啊，较难去断定讲是不是得这个白卷病。所以呢，啊，我是建议讲，你嘛是爱注意这个白卷病。吼、啊，就是讲啊，在咱涂导这个部分的用药。 好啊，用药的时阵啊，即个用药的时阵，你安怎去用，去注意即个白癣病吼？即其实呢啊，即个除了白癣病以外吼，就是讲因为药啊呢啊，咱是。 进前是会当用敲的嘛吼，但是起码唔免吼，你可能呢啊、這個，当用钻吼，或者啊，有啊，即即部分呢啊，你也当小来解决、這個、做一即个即个处理吼啊。啊，然后老有一种即个病吼啊，是往啊长头即只只吼，即赶快的安尼缩缩即种吼啊，即种呢，即通常是即个叫做冠府病吼，即咱伫啊，和朋友讲真侪真，但是迄较恶啦吼，所以真两项病拢有。 可能就是讲伫张骹迄只遐系臭焦，但是我是个人认为是这冠虎病的这机会较大，所以你爱小注意者吼、哦。啊，即卖呢就是讲你尽量会当用即个备份体吼，备份体，还是讲用虎决吼，即、哦、我那会筛，啊一般是即个备份体咖啡颗粒吼，还是讲你用伊普酮啊加即个赛福宁吼，伊普酮啊加赛福宁吼，还是伊普酮加福多宁。 啊，喷长咧喷诶时阵呢，啊，药啊卖加重，啊，喷较淡咧，滴脏卡迄只遐个喷落着吼，就是讲，干看遐药啊，啊你，你个喷落着安尼，吼，安尼起来呢，啊，通常你都无问题啊，都会当个过掉，算讲无可能怎啊好去吼，啊，但是伊就迄、那个所在伊就冻掉咧，会会互咱甲冻掉咧，啊，冻掉咧，啊，咱加减搞尾摇汤去收安尼都好啊，吼、啊啊啊，所以你一定爱小注意即个问题，吼。啊，所以伫啊，即、這个掌心吼，即、啊這个小。 看连连小看会看到讲要连连即关腹病吼，应该是关腹病，鼻关可能是较慢一点嘛，啊，等较淡吼，比如讲温度悬啊，过落雨诶时阵呢，啊，即、啊這个部分就会产生即个鼻关病吼、啊。咱进前落雨迄阵，拢叫大家爱小注意者，下，就是讲无爱互迄阵去卡着吼，迄阵啊，你若去卡着未介严重，啊，咱通常会未注意嘛，啊，等即满温度一个悬诶时阵，迄、那个病佫起吼、啊，所以即是即、這個、啊，即、這个白卷病诶，即个部分吼，啊，所以你小。 会当小注意一下，咱白癣病一般是用胡多苓，还是这蒲麦苓？吼，啊，这胡多苓甲蒲麦苓，咱咧用的时阵呢，啊，其实对于这个小斑纹、有效吼。啊，所以另外咱好朋友，另外这个啊，这种长吼，迄、哦、是一个是夜斑病吼、哦，这小、个、斑病，啊，所以你用胡多苓，哈、哦，胡多苓，啊，苦多苓一般啊，咱弄啥物刀、啥物刀迄支啦，吼、啊，这一种人药啊真济，咱都。 卖的假假之个商品的这些名啊，讲出来哈啊,啊，所以呢，这些同学就是讲利用之个辅导人啊，咱安尼的用吼，就是讲，比如讲你百分体吼，啊加一支啊，都是要讲到，的，是这个菲克粒吼，啊无、啊、的是四粒粉尘加一支辅导人，唔是叫你全部装船，就是讲你油啊、粉安尼落去，装，啊这差不多哎啊，连刷差不多尽量变过啊该控制掉嘞吼。啊,啊，尽量的当安尼来改这个做处理啊，应该有发多呢啊，该掉嘞就较袂遐。 严重然后唔敢讲啊唔敢讲，到转无去吼，因为这边完全拢无去的这机会呢啊，真少吼，但是伊未个扩散。 吼，袂、這个扩散吼。啊，所以咱大概用安尼咧用吼。啊，咱会当吼好朋友呢，会当小注意者吼。即个辅导人吼伫咱文稿内底，咱水牛毛咧用长啊，吼，长啊，即个别关吼。啊，是讲咱是一寡只的啊，即个白绢病的即个部分，咱拢会去用的，辅导人即支药啊，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市民相应该真济啦，吼，就是讲啊，贵啊行吼，因贵啊，金拢有即个登记即物件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伊会去染吼啊。 当去揽伫即个药啊内底吼，所以你会当小来改即注意者吼，啊利用安尼来改即个做处理啊，应该有法度来改即个控制吼，啊先用安尼来改转啊是讲，伫即个用药即个部分啊，我无清楚无了解呢啊，你因为即满有看着迄个物件吼，大,大概知影是虾物款吼，啊，你先处理看买者啊，若是讲伫即方面佮有虾物问题啊，随时甲佮含咱来改判。 不好保持联络，啊，看会当控制条例今年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反、呃、正就想过起来就想下啦，吼、哦，这实在也是不好搞，土豆吼、哦，尤其早的遮安呢，啊，无好搞，吼、哦，啊，既然咱咱有当时啊，就是安尼种着啊嘛，你也无可能全家放弃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会当安尼来解这个做处理啊，所以迄、那个啊，小花练练去两长吼，这个应该都爱小注意者，这個、应该是这个呃，咱说的土豆内底吼，咱、哦、上。 无容易，无愿意,意去看到的两种的一类吼啊，但是应该毋是白绢病，然后这目前个看起来毋是白管，啊毋过呢，因为这药啊吼，白管的这药啊呢含之个、这个、啊，血斑的药啊呢当通用啊咱。 反正咧抓时阵小注意者啊，即嘛啊，较惊的是惊即个官府病吼，官府病就是伊伫知影诶时阵，其实即种就是仔啊，遐着掉吼，所以伊通常拢伫涂卡边遐遐一打安尼乌乌吼啊，有当时啊乌甲到租金去啊，你若是像小可你甲洗，变讲你甲烤起来吼，迄筋拢会落掉去，啊甚至会破皮啊，你啊去甲洗水吼，变算讲要甲遐涂洗掉，你手轻轻甲摸迄个皮着怎破去？对，那种讲要呼 起安尼吼啊，即种呢，这应该拢是这个官府病，吼、啊啊啊，这有当时也要吼啊，爱少注意者啊，即个啊，一定爱伫即种吼，即、啊、种就是讲。 即种病呢，实际上是爱靠咱啊，算经济吼、哦，咱若是要啊要种吼，会当成草药啊，吼、啊，还是讲你要要背即个土豆种的时阵吼，先刮壳的时阵先提来拍吼，啊拍个好势安尼吼，这伊咧一般拢是土豆壳先去感染，啊，即摆咱感染的时阵咧背壳的时阵咧啊，即、这个菌呢就去掉治即个啊土豆仁管顶，啊咱土豆仁呢啊就提来去解药吼，去感染着安尼，伊、啊、一般。 啊、这个、过程是安尼，啊若是啊，自由去感染着呢，就是讲到后壁呢，可能都拢会龟枯吼啊，这个、用药啊，效果通常拢无通讲改好，咱会当介冻掉咧，尽量甲冻冻一部分，就是讲，并讲即马钻落吼，较骨力，因为咧钻时阵吼、哦，就是尽量钻较淡啊，药啊,、哦、啊，莫加重吼，你若钻吼有淡啊，张卡迄只遐钻会得吼。 啊，會当啊，真容易长脚，伊只遐不会钓安尼吼，啊、起来呢，通常都较无问题，有法度呢啊，改冻掉咧吼，爱都较袂讲龟枯呢啊，钓兵钓家之类。啊，当时啊，伊会真容易登去吼，即甚至呢啊，咱若是要起来看，不起来，看，起来就登去啊，因为伊伫涂骹边迄只遐吼，那、啊、种呼气迄种感觉吼，即、啊、叫做冠夫病吼，即咱伫涂到来底呢啊，爱真、啊啊啊、注意這个，即个所在，但是即满啊。 即个药啊咧用吼，实际上即个超效果还不错啦吼，但是啊，有时啊就是讲真济伫咧种的时阵吼，啊拢较无法度讲啊，会当有即个超药啊是安怎吼？所以即个造成咱啊有时啊是某一种的一个即个困扰吼、哦，就讲你无法度去啊去用药啦吼，所以这是较麻烦。那、啊、其实啊，即、这个种吼是上好些，当超是所以啊，即个药啊，并唔讲你用即个虎爪吼，啊是用即个依普酮吼。哦 伊普通呢，咱咧转即个灰霉病的时阵，就来用即种伊普通吼，也、啊、就讲、是、用百分体加即个灰克粒，吼，啊，一般即嘛普遍咧用是用百分体加灰克粒，即个话呢，啊，说算伊好诶，吼，啊，即种粉诶，啊，你家悄悄诶，啊，即一公斤一点点的啊吼，所以即精枝落只要敲一顺，啊，般般诶，啊，较容易种，吼、啊，即、啊啊、通常是有较好诶即即个效果了，啊，其实即最主要是咱若是讲要留种，吼、啊，并讲你起码即种要留起来。 要留起来用，一定要拍个有够大哦，啊，尽量个拍个较大嘞安尼哦，啊，那无代志卖去甲啊，算，空卖潮湿的这个所在吼，保持这个通风啊，要白进前吼会当个三过日吼，啊，三日呢本来就是一个。 哦，你三日即个过程就是一个消毒啦，吼，基本诶就是安尼，啊，毋免不一定的，你讲你若是无要超油啊，吼，可能就是讲伫土豆茎即部分呢，你会当小注意一下安尼，啊，尽量会当去减少伊诶个即个感染，吼、哦，这互你小知影者，哈、嗯，嗯哼，好，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六三三八六可以这是咱现场的空音专线，欢迎咱手机边爱听众呢，你也当吼多多来利用，对咱八一到八五下。波。

搁着第三遍肥吼，啊啊，要着虾米肥较适当，请请教请教者吼，谢谢哈。OK，好好，啊，你较晏斤咯。嗯，对，即啊，二几工安尼应该是上过吼，但是你步落迄阵呢，啊、呃，比如讲你报二几工，理论上二八工，嗯、二八工、哦、应该是啊、呃，今日拄啊好伫即个月车遐嘛吼，就是讲。 咱伫三啊，二月迄阵咧报诶，吼、哦，所以农历啦吼，农历诶，即个二月初，因为今日咧已经一了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即、這个。 应该若是安尼吼，即二几工差不多月初迄阵遐播，啊月初迄阵播诶呢，通常就是讲伫迄个时间吼，迄、哦那个时间你嘛知影拄播落呢，差不多拢乌音啦吼，所以啊嘛是即几工啊呢，差不多即一礼拜来呢，啊较较有见天俩吼，所以就差不多得位顶礼拜吼，啊即、这个一直规个整个即个时间拢无三米宽诶，即个即个情形吼，啊所以即最主要是我那无日啦吼，因为咱水头是安尼吼，就是讲一定爱有充分诶， 日照，吼，日照水分充足嘅个情形之下、啊，啊，人呢愈有吼、這個，即个啊，水柱是无会当讲无即个光补偿点，即种嘅即个情形吼，即、這個、所谓光补偿点就是讲啊，光饱和点吼，就讲、是、干某一个点嘅时阵，伊怎？ 生根，更爱去破坏叶绿素吼。伫水流内底几乎没有发现吼。伫水分充足嘅这個情形之下，啊，当讲无即个情形。所以啊，几乎伫大自然内底，当讲是非常耐强光，但是即嘛是,、哦、是一个弱点，然后就讲照若无够伊也产量就会减少。所以你即嘛都捕迄阵时在上啊，即个时间点吼、哦，可能就是讲伊咧大吼、哦、咧开根，啊，是有即速度会较慢啊，上介重要无日啊，所以咧接肥嘅即速度会较慢。好，所以咱即嘛吼 那是，就咱通常是步类，那是以炸弹来讲，好炸弹来讲，用的较慢步，较慢步，那是较。 今年较怪季啦，无一般，差不多十工至十四工吼。著、就是讲差不多十工至十四工，咱会当落头遍肥对无？啊，即满十四工了，搁加七工吼，搁加七工吼，啊，有诶人是十工啦吼，伊有诶是加七工了呢。啊，即个会搁落第二遍，啊，头遍迄阵咧落呢，拢落足少诶吼，著、就是讲一点点啊吼，咱啊有诶讲加落一点点偏的偏的，啊、呃，刮草油啊啦，是即个油吼，搁加啊金宝诶，即个油啊，做伙、啊、用啊用一熟熟啦安尼吼。 啊，即麦来着七缸，所以你即麦礼拜缸是差不多。 应该是爱去差不多真十天，较过会当过落一遍。啊落迄边了著卖落啊，好来的准备爱拍，啊。迄边落落了著差不多爱拍餐，因为咱啊，汝万步即只遮正常来讲差不多五十工嘛，四十五工至五十工吼，所以你即满落落料遐肥拄也好食煞啊拄也好伊开始即个，所以即毋免赶紧啊，有若从即种天咧啊，即种只要若有然后金锣然后开哦，啊你可能即部分著免烦恼，吼。啊若无呢，你可能著爱用一点啊即种。 林俊哦，因讲啊，你捕来了，迄阵有融融林俊哦，安尼的著啊，伊诶即个，啊若无你即阵较紧看會會，哎湖北个啊，饮水诶时阵吼，佮甲报一术啊，安尼吼。 啊，会当用一点啊，一分地用哩，半公斤的这这溶磷菌啊，互伊这个肥呢啊，食较会起来吼，啊，伊、啊、正常来讲吼啊，是开菌较慢哩，你无用吼，是开菌较慢哩，无应该若好天起来种。即嘛即种天吼啊，照讲伊咧大应该是足紧的，会大步啊吼，但是你个肥若是正常落加济，其实拢无食着，无食着伊会去拄伫即个啊产地，啊伊会较咸，较咸的时阵吼，即个切啊。這個 照讲，咱落较济肥吼，应该是爱较需要，但是你会发现讲，啊，伊若无食着较咸、较咸伊着拄伫迄个所在会变做较黄膏吼。就是讲，咱的作文呢，啊，颠倒无啊多，汤先用，伤过好咸吼，啊伊着爱等即个许较过去，伊慢慢利用嘛，因为。 另外吼，是一个难言的，即即这部分吼，即海普新生地呢，啊，拢有当下拢要去补会起来吼，所以即啊，虽然产量较低啦吼，但是呢，赶款量要去补会起来。啊，所以这部、個、分、啊、呢，啊、就是讲你过来咧，就不要看买啊，者哈啊，正常是差不多，像你二八工安尼，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七工至十工，因为都热年嘛吼、啊，所以差不多个啊，十工左右呢，一边算每边哈，啊，每边咱咧应应该来的差不多换起来哈、啊，所以通常咱一边咧 肥嘅时阵啊，诶，用差不多一梳子啊，啊，那是讲迄阵做乌嘅吼，都无一定啊，一梳子啊，吼，五號好啊，都好啊，因为你若是啊，有当时啊，会想过头，想过头去啦，吼，想过头嘅即个原因就是讲啊，有当时啊，伊嘅一个即、這个。 淡素伤过头悬，啊，咱到时阵咧要退水退袂落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恰恰也是有即种诶一个一、这个困扰啦吼，即、哦、这个、部分呢你爱小注意者，啊，所以我是拢建议讲，诶，等都是用即个一水机啊，啊，有诶讲，啊，毋过我拢用超诶往落大肥，吼、哦，这。 用超的啊，三要素用超的，用超的嘛无要紧啊吼，你就是保持淡数较悬，所以因啊多数真济是拢差不多变讲两包里丸吼啊，即、這个啊即、這个三包里丸啊一包诶，即、這个即个啊即、這个红咖喱吼，还是讲半包吼，两、喔、包里丸半包的即即個個红咖喱吼，啊有个人甚至咧用即个过椒啊吼，一般过椒啊伫即个时间是已经无啥物。 啊，无啥物效果、就是、啊，吼，著是讲啊，即个实际上伊诶即个过节啊，著是讲啉肥，食较袂起来吼、哦，所以应该是啊，咧超诶时阵主要是淡淡肥吼，即、哦这个时间是淡，啊一点啊加好伊讲硬死啊呢吼、哦，啊来都爱喝肥吼、哦，来都爱喝水啦吼，著、哦就是讲啊，伫差不多四十五工，因为你即照安尼算应该四十五加五十四只只吼，啊，著差不多爱落搭吼，啊落搭了咱著开始拍餐嘛吼，就讲、是、成。 啊，拍几工啊，起码差不多在几里摆哈，这拍哦，若是天气好呢。 拍个当了啊，笔在旁，迄种是上好嘛吼、哦！啊來，来较造水诶时阵，咱就差不多爱落水肥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差不多是即个时间。啊，若较早报诶呢，是会较慢吼，哦、较早报伊可能拖真久吼、哦。啊，伫即个三个月吼、哦，三个月迄个时阵呢，啊，半个月差不多等于是差不多两工至三工诶作用俩吼。因为讲乌阴啊，佮低温吼，啊，所以就差不多迄个作用无啥物效果。所以迄水流咧大，诶，即个速度真慢，所以有可能佮七十五工较做咪吼。哦 See? 啊，到七十五、刚八十工遐、so so, 较抽水吼，所以即真济咧，真济是两个外汇较抽水吼。今年啦因为小可赶掉赶掉，伊就变慢去吼。啊，大的较慢，即都都不赶快吼。所以你也当小参考看卖者哈。啊，这慢步者呢，因为咱真济吼，因为慢步，即阵搁较慢吼嘛，是差不多农历二月车遐真济都拢暴雷啊，步嘞拢拄着乌阴，乌阴拢袂断啊，拢袂断息吼。大概你看伊咧大迄迄 啊，拢无看迄个套烟啦吼，主要著是讲伊迄个。 你交无够，哎，拢未被突破晒，痛因，哎，感觉真衰无，啊，真衰无，咱通常一个想法就是讲，啊，我加家落一寡即个肥肉吼，加家落一寡即个肥肉，啊，真侪呢，伫迄个时间通常都拢去去跌着吼，迄阵的啊，淡数收过头者，啊，即两工仔好天起来，伊都啊，都差不多到严格买吼，即足幼戏诶吼，啊，有当时我伫向恁咧看呢，啊，较早阮阿公咯嘛，讲、啊，哎，去哭了，去哭了，西海个头，迄是要创啥？迄人真个 面倒迄个无效，人装个水唔免吃啊，装个水吼啊，常常拢安尼念吼，讲人呢啊，那是要来西海街头洗个水，啊那吃啊吼，就放个安尼安尼畅畅就好啊，难免啊西海街头洗个遐好看。啊，其实咱较早咧讲西海街头，就是讲伊迄个鱼骨吼啊，看东西啦吼，即滴啊，即、啊、种诶，即个就是讲最主要诶，即鱼骨看东西就是即胆素性过头高，啊那今年胆素高呢啊，即、這个丢着病吼，得经验着。 吼，即即马即两工啊吼，啊温度开始一个较悬起来的时阵呢吼，进前是较冷吼、啊，啊湿冷呢，即真前也无啥看吼，也无啥感觉啦。刚刚讲啊，波啊你伫遐念念念念啊，计先看起来还好呢。我厝边一个讲阿波啊你好，我电台特工啊，你听，你特工在遐讲。 我看我几苦哈，我教你啊讲套牙青，我讲好啦，安那套牙青就好啊，安那卖臭牙片炎，对不？安安尼就好啊，就是表示有效我讲。 啊毋过吼、哦，你讲安尼敢真正系安尼吼？即、喔、两工也得甲讲诺啊，看诺啊，袂臭、嗯、大臭大呢？嗯、有滴啊，会翕吼、喔，有啦，迄一定会嘛。即、這个即、這个整个即个过程，即、這、毋、個、是我家己讲吼，即、喔這个物件蛮少报啊，就是人咧研究为日本时代吼、喔，啊，即、這个研究甲甲自嘛，安尼，你甲看咧几百年来吼、喔，啊，伫咱要几百年啊，然后即个一八九五以后有今嘛吼，啊，你甲看有一个真科学嘅，即尤其到咱伫即个共学后。 到即嘛吼，咱台湾整个诶一个农业改良场啊，所做诶统计即个数字内底吼，即拢毋是清清彩彩讲讲诶吼啊，所以即阵嘛呢，就是讲咱常正咧讲即个清明节吼，啊，即个即个清明即卡搭即十五天啦吼，即个通常呢啊爱真细致吼，啊小注意者安尼就好啊，啊因为当时啊即难免啊吼，即个人咯迄种，因为你看迄条啊毋高恩高个袂兔呢，迄个是无肥嘛啊，但是无肥是啥物原因？是安怎伊诶？ 伊也无肥是咱豆无够，还是伊食袂着，吼还是啥物情形？伊啥物也食袂着，啊，它也袂翻哦。伊会翻哦，就是有光合作用啊，吼。伊毋唔会翻哦，椰子树诶，即个生毋唔会翻哦，啊，无日伊就是袂去生成即个椰子啊但是咱看起来着，嗯，高温高，啊、很高温高，咱就落肥哦。这样有时啊，若歹天诶时阵，即个习惯咱爱改过来，吼、喔。等、就是讲爱注意者安尼较袂啊，即满好天气吼，伊咧大，迄、那个速度足紧，啊。 个一个无小心，有诶讲啊，我着顶两间啊咧无用，啊无较无用吼。佮、哎、我笑啊，他病啊呢是隔壁甲撞着草药啊呢，毋、啊、是啦，迄个是几间啊，即个糖尿病都行起来吼、哦。啊，尤其即个糖尿病呢，那是相对湿度悬诶时阵呢，真容易发病吼。即个啊，正常湿度悬，气温无感觉，对不對？啊，迄阵咱罗浮着较冬，即两间啊好天，几个地方拢啊拢大较作水诶，即两间上水啦吼，但是呢啊，爱水到后礼拜、啊、那个作水诶，安尼着表示讲即个地方高。 聊未歹，啊，到后礼拜呢是转正头聊聊的时阵，就代表讲这糖尿病无控制好势吼，因为后礼拜要落雨啊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湿度会有关，啊，而且即这波的即这湿度有关，含顶一波即这湿度有关是无同款，进行即个湿度关温度低吼，即拢伫二十五度以下，啊，即边呢这湿、個、度关呢拢超过二十五度吼，啊，所以即种湿度呢即是对个糖尿病来讲是足容易来改善性诶吼，所以咱直接是再次甲好。平。 朋友呢，啊，做一些即个提醒，吼啊，所以呢，你需要注意一下尼吼啊，即一边嘛，甲咱听众朋友做回答啦，吼、啊，就是讲，因为啊，即、這个被大雾真济，即个原因，吼、啊，毋是咱肥得要够，咱啊,啊，一定要去知影讲即个天气，吼、啊，天气的这个变化，伊若是迄种乌阴天，吼、啊。 咱主人啊，乌阴天较济讲啊落肥呢，啊，你得爱落较慢的吼，即较早啊，即是较早阮阿公啦吼，因咧播田的时阵呢，伊拢会有迄种垃日啊，垃日管顶呢，啊，伊拢、哦、会画一条线吼，我讲我讲看伊咧画安怎，吼，我讲阿公啊，你即是画安怎？ 嗯，啊，这若画一环吼，着、哦就是今日乌阴嘛。啊，若画两环吼，画、哦、两画一个许吼、哦，啊，两个一个拍车啊，着表示讲今日好天。爱安怎算啊？好天算一工，啊，歹天算半工。吼、哦。所以因咧看日时安尼，啊，呢算。我讲你他知影即种物件，嗯，迄人较早出来许咧讲解的时阵啊，有咧讲，较早有咧讲。我、哦、讲你较早无咧报产，哎，我都加减听。 哦，所以有时啊，这个是一个啊、呃，算人有去统计过啊，实际上嘛是人的经验啦。吼、哦，啊咱啊做事呢，一定来学人的经验。吼、哦、啊，有当时啊拄则咱讲到，就是讲这个经验呢。有当时啊是啊，开真济钱去买来。 好，所以这是啊，些赛是要注意者吼，咱赶快伫家提醒咱收为好朋友吼。嗯,嗯哼，好，来六三三八六零一吼，六三三八六矿业，这是咱现场的电话，手机边的听众，拜到拜五呢，麻烦你多加吼利用，伫咱拜六呢，咱是一个卡吼。 精彩内容的重播，所以若是讲咱今日所讲的一个问题。听众朋友，你听了无详细、无了解，固定讲呢，透早四点至六点，包括上午的八点至十点，这拢是咱的重播时间。尤其即摆，这天气呢，慢慢变热，很多听众朋友吼、哦，拢有较早起的习惯。过过一阵啊呢，四点外起床的人就侪哦，四点外就听咱节目的人嘛，介侪。所以，好朋友，如果你若是听节目的过程当中，你发现讲，诶、欸、有这个疑问哦，你固定讲呢，买单吼，搁听一解哦，喂。 你好，喂，宝妹好。嗯，谢，呃，宝妹，我要谢谢你们那个花生哈、哦。嗯。 那个阿宝老师有帮我解答。哎，啊，需注意一下哪用药啊问题。啊，因为农药店有提一包备分飞颗粒，要给我喷，可以。哦，顶正确个，嘿，安尼拄啊同款的用药方法哦啊，对对。顶日开会安尼，安尼敢会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哈。嗯嗯。哦啊，你转张卡会转会到哈。我再讲拄个。对对对对，啊，较艰苦者，几减高啦，这高起的厉害啊。我呢，我做产哦，讲问人啊哪敢我讲，你知喎，我去问神明。

此外，那有那像迄、嗯啊、种那个红灰霉病的鱼啊，嗯，哦、嗯嗯嗯嗯、啊，我即仔日有迄种就是像海藻糖吼，哎，海藻糖甲即个也都跟营营相间啦吼，嗯嗯嗯，啊，因因为我放迄种糖黑蜜糖落去啊，是，啊啊，我若要出，算讲即即两项来出。 应该是对胖啊吧。还胖唔惊，还奇啊，还不要紧，胖嘿惊。啊，想你也像海藻同，啊，你要甲蓝，这个也都牙孢杆菌啊咧。会使。嘿嘿。你敢会使？会使啦。啊，个天孢杆菌效果较好啊，去抓，你前有抓，去抓啦。哦，嘿嘿，因为即马来较高温层面，哈。好好好，好，咱等下你好。好好好好好。 对对对,对、哎不，不会不会。哎，即咱好朋友嘛，足高追的吼，讲叫咱去问神明，啊嘛是有影呢吼，即有时啊像拄着迄种天吼。 啊，凡者然吼，像日本吼、哦，日本人嘛是拄着六十年来头一遍的即种情形，所以若食无遐长岁时话，还是讲即满七十几岁患者，伊细汉的时阵嘛较拄着一届尔，对无？啊，六十当前的代志，咱太知影是啊，迄阵嘛要个细汉憨憨咧，对无？患者要个啊，扛饿咧佚佗，要个伫遐拍甘落拍甲痛啊，大，人我要烦恼死，患者咱迄阵抑无啥物感觉？啊，你所以有时啊，就是讲，因为咱人诶一个即个生命无够遐长吼、哦，所以有当时有一寡即个经验。 面即累积，啊，即无法度真正是无法度呢。所以足者人嘛是讲啊，我无法度即个，所以好加载咱有即个文字啊，吼，咱有即个文字啊，所以啊，真济即资料人较早诶，人累积落来，啊，咱一定爱去甲即个物件，吼、啊。 啊，好好呢，摕来家己这个应用啦吼、哦，所以读册茫读死诶。吼、哦，就写伫册卷顶，毋是叫你什物时阵着是照安尼做，但是呢，啊，你着是爱知影讲什物时阵来该摕出来用吼、哦，所以這有时是、啊、也是啊，确实嘛是爱问声明吼，這有时讲。 问心明是一个心安啊吼，真济人啊，包括包括个人、家庭啊吼，那阮厝边啊，我较咧甲笑吼，读甲熟书啊，当啊 <laughs> 做种一个四季种一个花果，都咧提起庙咧拜拜安尼吼啊，想要提起庙咧拜拜，即无其他的个意思啦吼。甲祖细爷，阮就是啊，较早阮阿公了嘛，讲哎一探金咱趁金嘛吼、啊，所以他有差啊，即、啊、其实是一个求一个心安啦、啊、吼，就是讲有时、這個、啊，即个啊真侪。 这工课咱咧做的时阵，就是家己心态渐渐定掉了，吼，即有时候不啊,啊，毋、啊、是心明，甲你斗三工，吼。啊。即常常人拢安尼讲，哈，即毋是心明无保庇，吼，是地主咧作孽啦，哈。所以咱有时啊，是真济这代志爱问咱家己啦，实际上是问咱家己，但是咱别安怎会当去问咱家己啊？所以即个家己就是爱有一个纠结，即个心安，吼。啊,啊，即天气诶即变化，有时候的啊，咱真正是无法哩，吼。啊，姆过话哥讲倒转来，吼，就是讲啊。 啊，真侪个工课就是啊，伫咱那一当讲阿未，啊，咱尽量所了解着，吼，可能咱知影的真少，但是咱尽量甲咱有法度做诶，吼啊啊，着神啊着、啊、人，吼啊，即咱人会当做，啊，咱尽量去做安尼、啊，啊，其他咱嘛无法度哈。嗯，好，来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稍作休息一下，小戴奶奶休困过了，马上再个转来。